左右，200米左右，大概是1.25分地，啊，1.25分地啊，哈。是不是1.25？没有，我们在几分的是大概多少？7-8米。这里头有发电量哈，如果660平方的话，可以发电到95千瓦吗？对。那么660平方米可以发电到95千瓦，那租金就可以，租金就是7万到10万。啊，这个是很大的诱因。可是农民就说，我投熊外地哈，是2分半，或者2分啊，这冬天差不多2分2分半。那我只能够限定在660平方，是200平，不到1分地。啊，我其他的地方，一个回起亚的事情，我们的本意啊，我们的本意就是。绑个旗呀、啊！这种耗电、耗水的产业，没有合法的，啊，把它修起来了，啊，修起来没有上来有诱因的修起来，就是我660万平方你可以养电，但是希望可以超过，按照诱因，我其他人嘛讲，啊，你这搞啊，260平方也当，我这。发电，其他话我这个企业啊，我安然一点效果都没有，达不到我们的本意啊。那我们的本意还要什么？还要将来有机会？你说国土富裕，国号啊，那特别够啊，国土富裕喊了几十年了，地层下陷里面的富裕，因为总监管的归钱买后面被刷掉了。我跟你讲吼，我即马水利署高速关的，我伫只一甲米的车吼，车甲停无超过200万方啦，费事就赚袂着啊嘞，够1000万方，不然1000万方，哦，你来去甲车甲远嘞，你了的钱就是更大，所以只好能够利用临边溪左右两岸地层下陷区。大雨来就把土石或者泥沙带来的，我们就碰到浮动式的，将来有机会把它填土了。啊，不变做，这么做，这我想的这个宏观，这个怎么样突破这660平方？这660突破呢？刚好相反，我们不是在，我们是在守护土地。那660平方本来是要保护农地哦，刚好相反，我们突破660平方，也刚好是要保护土地啊。啊，当然1.3个起亿啊，我承认是，啊，无我那，因此有没有怪管政府，怪中央，怪啥啊？啊，怪资源，怪天公伯啊？啊，没怪上面啊，所以我们很坚持就。没有养殖中心是做基本生计啊，啊你又要过，哎啊你咧，我常常来讲啊讲，有一家地，你若讲可以建地立章，伊会当发偌济电呢？啊会当租金会当租偌济呢？你是怎样？所以我感谢再生能源法通过哦，你支持哦，我等一下田小姐来做用心的、啊、哈。这个功不可没啊！今天这个，但是呢，要通过叫那种当上哈、哦，哇，不太容易。政府两度先这种规划三条线都没有过，啊，我们就赶快把这个土地呢就能够留出来。啊、所以那就拜托那个地政司，刚才说的口说，但是不痛了。